继续来讲恁后生何以平十四岁时阵，何太太啊，你的先生是毋是自杀死的？对，伊其实吼是何一个查某鬼害死的啦。啊，这个查某鬼吼，到即摆也踮伫大沟附近遐咧徘徊啦。是哦。所以这个囡仔吼，天命得带有水管啦。凡是。 水边、溪边、河边啦，哦，水沟、水井拢爱拼命。无吼，若无注意吼，是会一命拖一命，同时阁共命。啊，等即个囡仔过日了15岁生日，你较出来找我啦。 我今仔日就讲到遮啦。 活到14岁尔尔啦，无啦，三个啊，敢有其他会当化解的方法啦？有吧？这拢是天命啦，好，就位啦。 快点啦！哎，滚下！嗯，你袋子有？够晒了嘞。有吗？一点点。好像有点丑。嗯。是我阿妈说不能拿下来。
各位游客请注意，各位游客请注意，游泳池开放时间将于15分钟后结束，请各位游客把握时间准备离池。我不想回家、哦。谢谢合作。想一直泡在水里。是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是想跟我泡在一起吧。你少在那边自以为。我也不想回家，可以泡在水面就好了。学长，我想再练一下，你帮我看一下动作。对。抽筋了，确定？该管消防局刚收到民众报案，一个60几岁男性在民雄乡的大爱附近失踪。今仔日消防队已经发现，真像是失踪男性的大体，因为连日大雨，使得饮水情形严重。警察初步判断，应该是溺水身亡。后一条新闻，自称是太平技师的王姓男子，在家己家中开设神坛，谎称法力无穷，会当替人消灾解难，要求查某信徒相守。几落个信徒唔拿受骗失信，也损失几十万元。小七，你走去倒去啦？你袂记今天陪忘哦？小七，拄仔载你倒来是？学长啦，干嘛偷看？阿妈讲的话你有没有在听啊？不要再躺了，赶快下来。这人就说苏荣的犯冲，今天不能去扫墓，硬要我去，人家本来就有约。讲什么冲不冲啊？你也难得一年一次去看你外公啊。啊，烦死了，一直要我去。妈，哎，小七。小琪啊，你妈后背走了，安尼去刷掉呢？要煞早就煞了。你是听谁后背讲哈？就你啊，你美琪，谁叫你这样没大没小的、啊？不管你这个囡仔实在是哦。小等下吼，用手拜拜就好啦，其他的哦，拢莫搞后背叮当哈。好啦，知道了嘛。咱厝内面吼，都是无查甫的啦，唔得一定爱你啦。
姐，你见高飞，那人恭喜那恭喜。哈？不了。这个死者真可怜，伊的魂魄啊，唔知走去倒底落了煞。什么意思？人过身的时阵，遇到一挂未解顽固甲怨魂，都无法度升天。就是恁常常咧讲的倒底哪位同款，就是咧所在无离开地府里。阿伯。我今日透早，刚刚。你的心愿若是完成，自然就会离开啊。一条手链啊，给你挂嘞。这条手链啊，对我几多年啊。你妈妈过身之前有跟我交代，爱我照顾你。咱家族内底啊，就讲你甲我，有遗传着一种特殊的体质。阿姐啊，会当帮助别人，嘛是一种福气。借问一下吼，啊，你敢有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啊？伫咧附近哈？无呢。无。嘿。小琪，你走去倒啦？小琪啊，小琪，小琪，小琪，你是伫倒位啦？小琪啊。我最近吼拢睏袂好，啊，天若暗暗，拢毋敢出门呢。阿姊啊，啊，你最近有听讲无？哎呦。你有看到阮查某孙小琪无啦？妈，我让学后偷看看喽、喔。无呢，啊是安怎吼？哎，都做伙来陪梦啦。啊，这查某囡仔咧乌白走，即马找无人啊。干嘛先报警啊？啊，干嘛一定等去厝的啊？啊，恁倒来是讲啥？今日新闻有咧报，大白阴死是迄总破产蛋呢。啊，那是。系啊。迄大伯吼，真正夭壽啦，害死遮济人着。
哦，已经四界去找啊啦。啊，若有消息哦，会先甲咱讲啦。这能跑去哪？现在又下雨。到底是出什么代志啊？啊，飞弟，咱先倒来厝看卖咧啦，哦。别烦恼啦，我甲你载嘛较紧啊。多谢你吼、哦。对啦，你紧等一厝看卖。警察先生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栋是不是传出闹鬼？两点了。小琪，你在上面吗？
是小琪的学长，我是来找小琪的，听到尖叫声就跑上来了。啊，你怎么会认识我？我是小琪的妈妈。你是小琪妈妈？小琪呢？小琪有跟你在一起吗？他下午有传简讯叫我去接他，但打给他都没有接。奇怪，他人会去哪里？阿姨，我觉得小琪可能有麻烦了。小心声音，我有听到。那个应该是鬼。
我刚刚就想跟你讲，我看得到。快点回去比较好。77年，小七，小七。过去。妈，你看啊，拢破去啊！当初哦，这是你做的阵法嘞，啊，今物要安怎？你这吼阴气伤重啦！啊，小时自细汉哦，都捌来这间房间过，啊，伊哪会知影这物件啦？可能是伊转来，你将伊迄张相片捡我。
顶好家，伫以前是一个大家族，有甲即嘛四岁啊，拢无查甫的，干那剩一个查某孙，啊，祖先在天之灵，哪会当安心？哎，你用天尊的灵牌甲拍，哪拍哪画伊的名。这最后一次哦，你如果真被妈妈抓到，我不会帮你哦，不然有害我一起被骂。好，最好了，知道就好。这不是阿杰送我的项链吗？是你拿走的？我找很久哎。你现在把我音乐盒弄坏了。哥哥，你看这个凤梨。哎，哎，你哦，好得心，别定定想要创你恁大兄啦。妈，不是啦，一边啊，迄往来哦，唔好懵，会去挂着，知无？妈，我没。好啊，好啊，免讲啦，行啦，行。看起来应该是要大牌遐捡鞋啊，才会摔落来。一鸣，一鸣啊！啊，一鸣！我爱你。刚才你叫过去帮你捡鞋的。梳头来，不要生气啊！不是说好姐妹和乐一辈子的吗？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你的。
哎，这。你是不是骗我？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想要回来？对吗？大声的，用雄性天水的力量消灭这个妖魔。小七，你不是你的小七，继续吧。我的心，给，卡给呢？这是什么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
下再跟你说。我去看一下你阿妈，还有你妈，啊。这是什么魔鬼怪啦？这是恁查某囝回你不是阿嬷吧？好，你不要伤害阿嬷。
你查某囝生性八字啊，甲大牌迄个跳河自杀查某鬼，死的时辰一同款，拢是一点十七分。我进前做法这届拢无效，伊即马自杀，我若是无将伊的尸首分离，恐吓恁家一世人都袂平静。这件代志我已经请示过天尊啦。哎，你是想要参像你后生安尼惨死哦？你是袂记天尊的架势吗？无无，我无会记。等你处理好了，伊身体还化作骨头，待伫电脑内底。还有伊的头壳爱伫伊死的所在，甲封起来。加落来衫裤，等伊头毛还够热，爱藏伫伊的面床下。天尊来临。卡扎树林，坐骑难道有大气性啊？顺我吃生，逆我吃亡。我奉天尊，请启灵星兵火骑流流灵。喂！不要再刻了，会死人的。阿妈，你在干嘛？他是，他不是阿妈。大概你就是那个变态道士啊！他已经死了，你放过阿妈吧。阿妈死了，小七怎么办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愿？我可以帮你。把我和姐姐埋在一起。小七是不是你带走的？大心，何善心，终于见面了。死在这，困在这，你有想过我吗？我求你救我的时候呢，有帮过我吗？你说会陪我一辈子的，然后呢？
知道你为什么要自杀，你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抓我走，头也不回，你知道吗？他暴了我，阿凯，上！知道吗？我多希望能成为你。你犯的错我也扛，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你后来跟我认错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可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不管我。现在是时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但是小七是无辜的，小七是无辜的。小琪啊，你让我白走了，哎，你去耍掉呢？要耍早就耍了，你早就走了。小琪啊，小琪，小琪啊！阮同事吼已经四界去找啊啦，啊，若有消息哦，会随甲咱讲啊。到底是出什么代志啊？姐。我死在同一个地方十几年了。刚刚那个应该不是小琪吧？哎，那个应该是鬼。刚刚想跟你讲，今天我看得到鬼。他不是开心，一定是你害死他的。你是不是跟我害伊啊？死害阮何家断粮食，死计害死家己。我没有死，小七，我们没有死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你的。你终于来陪我了，下辈子也要一起。
德兴阿姨，我们有照你说的做了，我请我阿伯帮你超度，当然小西的妈妈也有一起，希望你们一路好走。谢谢阿姨，我今年就要毕业了，会去基隆念书。小西的阿妈现在不住在家里了，小西不想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，所以想要去住校。我会陪着她，你放心。是伤久哦，拢无来看妈妈啦。阿妈，阿弟出诶。阿妈，我是小琪啊。妈妈吼，遮辛苦，咧替你顾这间厝，啊，甲遐个田，因为遮上来哦，拢是要好你诶啦。依萍啊，妈妈甲你讲哦，你是伫外面哦。唔通乌白交女朋友哦，啊那无吼，会甲你老爸同款啦，气到迄个查某囡仔怪气啦。伊阿总讲我唔知影，迄是要互你读大学的钱呢，伊也敢想要骗，我绝对袂放伊煞的。伊啊，你都唔通让妈妈失望哦，吼。爱好啊，读书哦。啊，若无，就像恁老爸啦。最后，也请主善。少爷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
你的阿嬤哦，较早捌来过啦。啊，迄时阵哦，我有同伊讲啦，恁妈妈哦，参恁阿舅哦，拢有犯罪观啦。结果哦，因拢无想过啦。啊，有一点哦，你爱注意啦，唔通去住伫较早迄间厝啦。迄间厝哦，同款是无清气啦。啊，你妈妈哦是犯罪观啦，啊，你是悔观啦，所以哦，你阿拜用火的时阵哦，爱较注意的啦。除非哦，是伫厝内的厨房啦，无哦，伫其他的所在哦，你会当卖用火哦，就爱闪过啦。